好啦，咁啊，隨住咧嚇呢個部分地區重開咧，去到唔同顏色嘅級別咧，大家都可能會多咗出街，所以今日咧揀咗幾款咧，即係同疫情之下咧好有關係嘅產品咧，係俾大家先同大家講下一個隨身攜帶嘅空氣淨化機。冇錯，就係呢個 Bimola 嘅空氣淨化機啊嚇。咁呢部機咧就由呢個香港科技大學咧研發專利產品，咁啊廣泛咧用於香港嘅機場啦、醫院啦、銀行啦同埋各大嘅公共場所嘅。咁啊環保濾芯嚇，咁啊壽命咧可以用12年嘅。呢個時候等阿王拆出嚟俾你睇睇，咁充電之後咧，咁可以咧攜帶嚇周圍去都得嘅。譬如咧放喺你嘅汽車裏邊啦、辦公室啦、衣帽間啦、洗手間啦等等，咁有效咧減少環境當中咧99.7% 嘅病毒啦、細菌啦、有害物質嘅嚇，咁啊亦都咧高效能啊，可以阻止咧環境嘅病毒嘅交叉感染嘅。全球咧有超過200多間醫院咧已經用緊呢個專利嘅即係嚇技術嘅啦。咁對於呢個環境嘅敏感者，譬如咧花粉過敏症咧，亦都有明顯嘅效果嘅。更加可以除去濃烈的氣味，譬如榴蓮、啊、寵物的味道、啊、樣還有四隻顏色可以給你選擇，有淺啡色、藍色、粉紅色和現在手上這個呢就是白色的、啊、非常方便，也都可以有效隔了空氣很多有害的物質的。其實這個呢有什麼好處呢，就是隨身攜帶啦，譬如你說喂我需要 call 的士、call Uber， 那你就揹著它咯。譬如說喂我有個朋友樣我們戴著口罩已經很安全，但是你說整埋這個空氣淨化機喺度嘅咧，可以淨化周圍嘅空氣。咁呢個咧就係頭先講過香港大科技大學嘅呢一個產品嚟嘅。嗯，咁所以咧睇呢個價錢先。好啦，咁啊睇下個價錢係幾多。咁啊而家咧係159元嘅啫嚇。咁啊兼且咧話聽講有嘢送添喎呢個嚇。嗱，即係講起咧呢啲咧就叫做 Wait That's More 啦。咁啊因為點解咧我哋今日咧都會送一個咧好正嘅呢個產品。哦，原來係你啲書。咁呢個咧就係咩咧啊？即係呢個咧就係一個叫做 Invisible Glove 啊，即係隱形手套。咁啊三合一嘅。咁大家見到我啲手咧嚇，見唔見到啊？乾曬嘅，又紅又乾啊。咁啊呢啲咧就係因為點解成日洗手啦？洗得手多之餘咧，仲要啊嚇就係有要搽嗰啲咁啊消毒液啊嗰啲咁樣火酒啊嗰啲咁樣。咁所以咧嗱呢個三合一嘅好處，首先係第一咧，你係本身已經有即係當係呢一個咧洗手液嘅，咁就由加拿大嘅嚇咧哥倫比亞大學咧同埋咧美國實驗室認證嘅，咁可以舒緩咧皮膚嘅敏感症狀啦，改善呢個主婦手嘅。咁透過納米框架形成嘅保護膜咧嚇，保護雙手唔會俾病毒啊細菌感染，而且咧會進行咧即係幫呢個肌膚咧自我修復嘅。咁啊能夠殺到99.9% 嘅細菌，係濕疹嘅克星，即係話你搽咗佢一方面已經係消毒。第二，因為咧頭先好似見到我隻手咧好多微創嘅嚇，咁所以啲菌咧有機會咧係感染，咁所以咧搽住佢等於戴住一個隱形嘅手套。咁你而家買呢一部啊 Bimola 嘅空氣機嘅話咧，免費送俾你。咁你話如果我唔買空氣機，成日想買佢幾多錢啊？我哋即刻睇睇。好，就係19.99元嘅啫嚇，好咁啊，非常之平靚正，即係送出嚟都19.99元噶啦。係啊，好啦，咁跟住落嚟咧，要介紹咧就係之前咧我哋電台咧亦都介紹過，咁啊你屋企亦都有，我屋企都有嚇。咁啊翻到屋企嘅時候咧，第一時間咧就噴下啲即係嚇外套啊咁樣，亦都噴下啲鞋咁樣。嗱，我開著咗睇下啲噴霧出緊嚟啦嚇。咁呢個噴霧咧亦都有效咧，即係嚇殺死咧好多咧唔同嘅病毒㗎。大家睇睇嚇。咁啊，我哋可以睇睇呢個片段咧，更加詳細啲解釋嚇俾你聽。咁啊，其實呢一個咧就係 Nano Mist 嚇，咁啊呢個超級噴霧器啦。咁入邊咧就用 Phytoxide 嘅嚇一種咧消毒水，咁啊就人畜咧係無害嘅。再加埋呢個紫外光嚇，我哋又得到 EPA 即係歐洲嘅食物管理局啦，同埋 FDA 嘅認可，加拿大衞生部亦都係認可係嘅消毒方法嚟嘅。咁啊呢一個 Phytoxide 嘅基除咗啊係有一大部嘅嚇可以即係拎出喺屋企用之外咧，亦都有啲微型嘅咧係可以拎出街嘅，咁呢個微型嘅咧亦都非常之方便嘅，咁我只需要拉開嘅話咧，佢就即刻咧就會射出嚟㗎啦嚇，嗰啲Phytoxide 同埋呢個紫外光嚇，咁我哋先睇睇大機係幾多錢先。咁啊，大號裝就係199.99元嚇，咁啊呢個就原價啦。原價咁啊，睇睇特價係幾多啦噃。升級價係149.99元兼免運費嘅。咁啊，至於我哋微型裝有幾多錢咧？哦，原價就49.99元嚇，咁就係包咗兩支啦，再加一支藥水噶嚇。咁而家特價係做緊幾多錢咧？34.99元，亦都係免運費噶嚇，一套兩支啊嚇，冇錯。咁啊，最後咧升級咧都有好多產品，譬如我呢個咧就係一個血液含氧量嘅測驗機，咁亦都咧係非常之抵噶，咁啊成日 check 住自己嘅含氧量啦，特別對老人家咧非常之好嘅。我哋即刻睇睇呢個血液含氧量嘅測試機係幾多錢咧？
咁啊，原價39.99嚇，咁啊，亦都係方便易用啦，就咁夾住個手指就得㗎啦。就知道有幾多啦，同埋心跳都測到㗎噃嚇。好，而家特價做緊係。只需要29.99元而已，快啲買啊！好，咁啊，記得上 singclub.ca 啦。